出生在温州的一个典型的商人家庭，父母由于忙于做生意，周韵自小跟着外婆长大，性格内向不善言辞。在他15岁时，自己偷偷报名参加了温州选美比赛并获得冠军，但周韵并没有想着要去报考艺术院校。高中毕业进入一个单位从事财会工作。1999年，周韵和几个好友来到北京游玩，开始喜欢上了这座城市，在老乡的建议下报考中戏，并顺利地考上了中戏的表演系。2001年，周韵在与梁朝伟合作拍摄广告后进入娱乐圈发展。周韵和姜文在拍摄《天地英雄》时相识，因为周韵的中戏老师也是姜文当年的专业课老师，这对年龄相差15岁的师兄妹有了许多共同语言，就一直保持联系。周韵在一次去姜文工作室演习角色时，意外撞见了因思念女儿醉酒的姜文。姜文酒醒后与周韵谈起了他和法国妻子的家事，正是那一次诉说打动了周韵。姜文与法国妻子桑德临离婚后，于2005年底与周韵正式注册结婚。2006年9月，周韵为姜文产下一子。2008年12月，生下了他们的次子，一家四口幸福美满。